我怎么消失的？前面秒哦，你停在路中间干嘛啦？来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像你往前一点，差点撞到你了，先帮你一下。停吧。对 ，Siri， 帮我打电话报警，后面有车啦。鬼啊！晒太阳是不怕晴天秒哦。你停在路中间干嘛啦？来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像你往前一点，差点撞到你了，先帮你一下。停啊！啊！你看什么？现在行车记录器在旁边讲啦。我不干嘛跟你浪费时间，要上班呐。勇敢对抗，那么好啊！这谁在讲话？我讲几句话都没讲。啊！要不要继续讲？旁边讲啊。不会浪费时间。对 ，Siri， 帮我打电话报警。后面有车啦。吸血鬼啊！晒太阳是怕晴天秒。像你往前一点，差点撞到你了，先帮你一下。停啊！对 ，Siri， 帮我打电话报警。后面有车啦。